英特尔核心赏器想玩这个宝可梦阿尔萨斯应该是洗洗睡啊，这边暂时核显基本上没法玩这个。我这边用这个核显掌机 GPT-Win3 用这个1069驱动跑了一遍这个宝可梦啊，好像没有什么图形错误，但是还是会卡死，应该还是这个驱动问题或者这个模拟器的问题，过一会儿就会卡死，应该还是要上这个显卡物，不然这个宝可梦是没法玩的。性能上帧数来说应该是完全够的，就是这个核显驱动或者模拟器实在有问题，之后等修复的话我会继续做视频。英特尔这个驱动真的是等好久好久也没更新啊，战神这个4的 bug 到现在也没修复，这边就直接等消息了，反正出来之后修复我会告诉大家啊，谢谢观看。